三秒，目前依旧是浦原取得领先。哦，两个人守到一个。哇，在上一轮的后面两场比赛都是拿下了有19分高分。哇，上一次的快攻他才好像放枪，结果这一次球没有拿稳。三打九还剩。那在过去将近2分钟时间，富邦打出一波9-3。 瞄一下左底线，转身再出手，等一下控球没有，是这后度差太多了。比分太差，现在除了之前4连败，以及7年打了6次总冠军赛的经验之外，年纪一代，他们三打五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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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
开在大脑中只需要小小的开脑，让他坐在旁边思考一下在场上所做的事情。特别有像在我们那现在也是现场的声音，开始光明看起来像张光乐的别的防守就是蛮强的，结果结果你们挡住他一边之后，因为马上就要另外一个错，而且他是第二颗三分球啊。打他的机会，林金宝，再看一次刚刚金宝的快攻，哦，知道林柱已经贴上，来好，逆转传球，再给到林子，其实发生在就是人多手杂，再加上距离太远，各个人都打进去，知道犯规的，甚至是碰到的球声。Yeah.